走快呀！走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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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他现在国破家亡了。哟，哎，你怎么高兴呢？现在是两个追求者了，公子堂和公子郎。我得嘱咐你啊，因为我们国家虽然说不大呢，但是你要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你也尽管说，不能让你心里过不去啊。谁惹你生气，你尽管可以换掉他们啊，反正还有好几个公子呢，你可以随便挑，好不好？你先挑吧，来吧，看看。那个我想问一下，哎，你这是啥仪式啊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只铺红毯，但我们觉得给您来一小配乐，小伴奏啥的。而且我觉得跟那个女孩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必须得有鲜花，因为女孩都喜欢浪漫，还有音乐。他说您是出淤泥而不染呀、啊，濯清涟而不妖。谢谢啊，对。但是我可远观不可亵玩，我这叫不慢不知。开始追求吧，来吧。你有啥优势吗？跟他比？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您之前应该跟那个我哥哥可能是就有相识了。我觉得从新鲜感来说，我觉得我就有优势。咱们第一次见，新鲜感，对，新鲜感。那他那有空，他家有空调，我们家也有二楼，但一楼没有。我这有什么说什么。我家里有个侍女，绝对适合你。你家有侍女？我们家有俩侍女。我家里边活就少，我那边什么时候活都不用你干。他和恩贝特别好，我捏脚也行。是啊。啊。就嫁给我之后呢，就是一切都听你的了。那不行，我不愿意拿主意。我给你拿主意，你看上谁了？回头我给你找去。不是有一个考验吗？就我们国家呀。因为长期就是武将治国，所以就亡国了。对，所以我就想找点有文化的，每人呢为我作诗一首，然后我看谁做的比较好，我就选谁。哟，打你手背上了！手背上了，你先来，我先让他。先让我这样吧，我就来拍一代表吧，我写来藏头诗好不好？可以呀、啊，我们武将都能作诗，你说我们这多好，武将上。来，告诉他《礼记》藏头诗。对，那是他取是他取呀、啊。不是我为主公嘛，侯爷有点打。我为公子办事嘛。李大爷，鸡柳吃了吗？我问你呢。哎，听见没有啊？李鸡，我爱你。你还鼓掌呢？你要觉得作诗做得好，你就嫁给这狗了。你完事儿了是吧？这俩公子啊，是这么说的啊。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比花花解语，比喻鱼生香。你是好比是月亮上的那个嫦娥呀，你好比天女下了凡间，我怎么能碰见你这么可爱又美丽的女人？李姬，你往那儿看。秦，哎，哎呀妈呀，快来，快来吧，咱该650该直播了，快来，回去了。这两个，这俩我得选一个了。你是谁的门客啊？我是秦霄贤的门客。那秦霄贤咋不来呢？我家公子让我过来探一探虚实。哎，我有一个事儿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，因为现在还没有最后选择。但是比如说他选了公子堂了，哎，保不齐两口子过日子呢，过些日子就觉得有问题了，肯定有问题，他就不要公子堂了，他要换人。嗯，那么下一个人，比如说换成公子郎了，哎，换呢不白白换，只要你接纳了他，哎，他会多带给你一口钟。哦，哎，有声望是吧？哎，他上别人那儿去，那个人就四个钟了。哦，再换一家他就五个钟了。反他是给你们送终的，那你跟他吧，我后娶你吧。你就惦着这个钟，是吧？反正你什么时候我都等你。你看看，哎呀，坏了，公子傻来了。嗨 ，Hello。哎，阿周，阿华，师傅。这人有点多，我有点慌了。别着急，慢慢挑，都是你的啊，都是你的，好好挑，没事儿。你别这么看着我。不是，你不要有这么大压力，就是我什么时候都等你，好吗？因为你太辛苦了。我什么时候都等你。我觉得你太累了。雪琴，你要这么犹豫的话，我就不要你了。
那你走吧。这话说的，再见了，再见。我已经付出了我所有的感情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走吧。咱走了，我等你。你等我是吧？行，那我就选你吧。天哪！天哪！哎，你太累了，你太热了。我很感慨。我问问你啊，你跟他在一起了，你能给李记什么呢？闭嘴！能给个烧饼啊？能带他遛狗。烧饼加李记啊？哎呀，这管让你摸的全是汗味儿。咸不咸？咸，都是咸的。我现在我无以言表，但是人家家里边有七出之条。您说，您让他说。对，首先就是我出门不能让太阳晒着。记着，哎，我那个狗子呢？记着啊，都记着。让狗记人事儿，是不是？狗记事儿，让人事儿吗？不是。不能晒着我。第二就是随时得有东西吃。第三，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，你要永远在我的视线里。贴张照片，永远都这样。对。第四呢？第四就是不能叫我的名字。只能叫娘子，不能叫别的。只能叫娘子。对对。第五就是每天要夸我十次。其实你要听我，你跟狗过也挺好的。我赖跟他结婚。然后呢？第六个就是，不可以对我说否定句。哦，不允许啊，不能说不。不是不是，你不难看，这都不行。不行，你只能说你好看。你好难看，第七呢？是啥？第七我还没有想好，我就随时会加一条。这七条如果犯了之后会怎样？如果犯了，我就可以有权利改嫁，嫁给别人。是一次就行是吗？一次就改嫁了？但是你要是你犯了，然后你讨好我，我原谅你了，我也不改嫁。都看心情，主要是看我的心情。四个字评语，白头偕老了。可以，太棒了，那就恭喜吧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把这个给我带上吧。哎呦喂，我怕这个家人会你会疼。来吧，不能。疼了我就马上嫁给别人。别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你脚不疼，不疼就好。可以，咱们走吧。好呀，走吧。哎呀，那我去你家了就。那老公，我走了。跟他走吧。那。哎呀妈呀，太热了。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。过得不好，马上就换人。马上换，还有机会。对。我单跟他聊聊。现在拢住了呀。亲，老妹儿啊。哎，这个一叫就过来，一叫就过来。那个，你把你夫君先推出去。啊，我刚跟他。不，我先让他，你先让他走。哎，有别的事儿，咱先闲聊。那你先走吧，我还有点别的事儿。哎呦，衣服都脱了。哎，不能说否定句。哎，不能说不。你只能同意，你只能同意，不能说不。哎，你们这个别拿公子绿开玩笑啊。我等你。行，你等我，等我，很快，很快。这门口挂个帽子啊。行啊，这么多人，行，去。我们这个梯队是这么想的，咱们能不能达成一个小的协议？怎么一个意思？你让你夫君出去挣钱行不行？就挣这个咸鱼。然后我都给你。好弟弟嘛。那我能得到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肯定是赢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为什么呢？你看，我有仨，俩，俩，一个，有人队。现在你们最多呀？我们队实力现在最强，钱呀，就越最多。现在最厉害的就是咱俩。走。那个九郎他们啥也没有啊，家徒四壁。对，我那府还是最大。是这样啊？太好骗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先让他挣鱼去，好不好？他对你不能说不，你就说把鱼给我，他不能说不行。对，真对呀。完，我跟你里应外合把他搞死，完了咱俩一起。对呀，里应外合把他搞死。葛小茹，你得进去了，我都往外轰，你必须得进，他们说要他离婚呢。走，一块儿去。哎，行了，说完了，说完了。那个九郎，那你们现在有多少钟呢？钟加上您这三个，我们有七个钟。七个啊，我以为加上我这三个有三个钟。那不能。那你们有七个。七个钟。加上你这三个是吧？我在等您。那走吧。不幸福跟我说去。好嘞。你觉得外面晒吗？不晒。不晒，那咱遮点。不用了，走吧。慢点，儿媳妇啊。哎，拜拜。嗯呢。我啥也不能拿，我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。哎，这是我们府上的。哎呀，这是咱们府上的。大鱼生，取着了吗？取着了，完了，我晚来一步啊！不是，取是我取，什么？取是我取，我已经成功升成公子了。我拿你什么时候升成公子？我把咱鱼都给投出一个来。
杨鹤祥，你就不是什么毛病？你什么毛病？你们也不管我，然后我就你就不是人。稍等一下，就是我刚嫁到这儿，就是他，咱就没鱼了，对吗？不是，老秦，是的，老秦呢？不是的，他逗着玩呢。刚才我说了，不是他，即便是公子，我们也可以联盟嘛，对吧？咱们现在啥也没有呗，现在不是你都有，他逗着玩呢。确实，算上你现在有七个种。咱们现在的规则是什么？回我们府上了啊，回府了，我们要结婚了啊，走吧。哎呀，也行吧，穷点吧。对，哎呦，穷日子穷过，对对对。